认真教着手指操的杨雅琪，让英法族的长辈好开心。很难想象热情洋溢、满脸笑容的她，其实走过非常辛苦的人生路程。出生在南投埔里，有九个手足的家庭，杨雅琪排行第八，长她一岁的哥哥集三千宠爱于身，小她三岁的妹妹又备受怜惜。自幼，她始终努力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，直到国中时，学长的追求填补了她被关爱的渴望，因而十七岁年纪轻轻就踏入婚姻，比谁都期待能够幸福。没想到前夫染上毒瘾，夜夜虐待她和两个孩子，不忍心爱的宝贝在恐惧中成长，她咬牙带着他们远走他乡。幸好一路上有贴心的女儿张薇婷陪伴着雅琪，从母子三人独立生活开始，她主动扛起照顾弟弟的责任，不让母亲操心。然而雅琪为了经济一度进入特种行业谋生，未料这个出于生活无奈的选择却让一家人渐行渐远。各位好朋友平安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真情部落格。十七岁是多好的一个年龄啊，我想对一个女孩子而言，十七岁应该是忙着谈恋爱，忙着做梦，忙着想我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。但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，十八岁就有孩子了，而这一路走来有高山有低谷，她是怎么样走出她的恩典之路的呢？我们要为您介绍雅琪，还有雅琪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。我的女儿薇婷，好。雅哈刚刚跟我讲说，薇婷就是 waiting for you， 马上记住你的名字。你真的十七岁就结婚哦？是，我国中毕业隔年就是结婚了。你跟薇婷的爸爸是同学吗？还是不？他是我的学长。学长是。听说你们一毕业就。私奔哦、啊，对，因为那时候的乡下，父母比较保守。住在哪里啊？我住在南投埔里镇。哦，所以是在一个乡下地方、啊。对，然后我是出去就约会了，完了，父母就会责骂，会打。然后因为心里的叛逆，然后我就跟前夫就说。啊，我不敢回家了，怎么办？他说：“那我们就出去吧。”然后就去台北了，跑到这么远啊？对，跑到台北，但是后来还是被找回去了。爸爸还说要告他诱拐少女，对，因为没有未成年嘛。对对 对，所以后来就干脆结婚了。对他，因为我公公是老师，他认为说，儿子做这样事要负责任，所以说你们回来吧，我跟你们办婚礼。所以十七岁结婚，十八岁就有了薇婷了。后来老二是弟弟。弟弟 对，弟弟小几岁？小三岁。先生后来是去当兵嘛？因为男生都要当兵。对对对。因为我回来之后，其实有一些冲击。啊，因为他，我公公婆婆蛮疼爱他的，他变成他的压力大，他就有点不适应，然后脾气又不是很好。对。然后他就去当业务员。然后那时候记得在七十。二年的时候啊，那个电玩还蛮流行的。慢慢的，他却染上了毒品。然后刚开始我都不知道，我想到奇怪，他怎么在化妆室的时间越来越久，然后态度上也暴，就是那种暴力，就是说他看不顺眼，他就是摔，就是打。所以他不会控制情绪。对对，他不会控制，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。是。薇婷记得那段时间吗？三岁前对爸爸印象比较模糊，然后三岁后就是他很常就是晚上回来，然后就会开始从一楼，因为我们家是有点就是透天，他三层楼的，然后一楼就会有一些声音，然后你其实就开始感到害怕，因为一开始我记得我们没有躲起来，他会就是打我们，然后叫我们去罚跪。然后也会当着我们的面打妈妈这样子。听说在那段时间你有离家出走，就曾经把孩子丢了就离家。第一次离家一个晚上，第二天还是想孩子回来。然后他反而就是变得更厉害。然后有在第二次的离家，我就走得比较远，我来台北工作，差不多两个多月。
那我也是都因为想孩子，我就打电话回家。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时候他上幼稚园一年级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读书你的那个爸爸妈妈会不会？然后他跟我说，妈妈我都不会。然后我听到我心里就好难过，我就跟自己说，我孩子生了，我还是要养他，那不然怎么办？我就回来。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讲，我要回来陪着他们，除了我有能力带他们，我才会离开。威婷，听说那时候你其实被爸爸打的还比较少，弟弟常常是被毒打，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会问我们，他说你要选爸爸或妈妈，那我就是会知道说选爸爸没有事，就不会挨打。对，那可能弟弟比较小，其实他眼里或者是嘴巴说的就是只有妈妈，对，只要他说妈妈，爸爸就会再打他这样子。公公婆婆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帮助你们。我曾经打电话给妈妈求救，然后我妈妈过来，妈妈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对他，然后他还在那边边骂，然后妈妈就我就看到妈妈直接给他跪下来，可是他没有说什么，他是直接走开了，他可能想说长辈，他是直接走开。然后妈妈回去以后，他还是会算旧账，就会一直打我说啊，你们就是看不起我什么，就是讲了一大堆话，然后就会边讲边塞我嘴巴，然后就是打。然后我就被他打得受不了，我就跑到楼下，我就拿着菜刀往自己手上这样割。当时我婆婆也有制止我，然后我婆婆公公他们也受不了他儿子这样的行为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在台北工作。公公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，也无法处理，他们就干脆走开来。对对。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长期在挨打的过程里面，在家里躲，有时候还躲到外面，听说还要躲到树林里去哦。我们是先爬到一楼的屋顶，然后躲到缝里面去。然后呢，其实那个屋顶不是那么的平整，我们一开始是先躲那边，后来那边被知道之后，其实爸爸也会从那边抓我们。因为我们的家旁边啊，它算是那种比较矮，大概及到腰左右的那种矮树丛。那我妈妈就是带着我，然后弟弟，我们三个就躲在那。可是因为那里太矮了，没办法站。我记得最印象深刻是一个下雨天，然后我们就三个就蹲在那里，一蹲就是半天。然后我觉得我的弟弟真的那时候很乖，他很小，可是他真的都没有哭。他几岁？他那时候应该一岁多吧，因为我大概三四岁，他可能一两岁。他一两岁的小孩可以蹲在那里半天不出声，不哭，对，因为害怕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出声，对不对？随着前夫的身心状况越来越恶化，甚至威胁伤害孩子，杨雅琪放弃稳定的工作、家人的陪伴，孑然一身地逃离熟悉的家乡，只希望换得孩子安全成长的天空。因为埔里那个环境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，那边有家人，那边有资源，然后那边有稳定的工作，他学历又不高，所以如果换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其实对他来说不太可能生存下去。对，那他会做这样子的决定，就是其实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，因为他就是怕说万一他来不及保护他孩子，可能会被他的就是那个先生伤害啊。没有想说要带任何的东西，就是很简单的衣物，然后就决定他义不容辞，就是要保护这两个孩子，然后全部送到台北来，然后好好的安置，然后重新过他的重新的生活。他来到台北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没有落脚之处，那后来他就去投靠在他妹妹那里，然后第一个月他就很努力的工作完之后就赶快去找了一间套房，然后就把他的孩子就接出来，就一起同住。我记得他有一次提到说，年夜饭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真的没有钱，然后他就说他带着两个孩子就吃泡面。那时候我听了，好像年夜饭本来应该都是很丰盛，可是他确实好像在那个时候他只能跟他的孩子一起吃泡面，我听了真的觉得好心酸。你之前自己跑掉，对，那后来因为想孩子又回来了，是。那之后你再一次带着孩子一起跑，原因是什么？有一天小孩子，他就突然从外面开个小货车回来，他就跟我在客厅就跟我说，两个小孩子给我，
我要再去死掉。他就真的把孩子载出去了。你吓死你了！我是整个是晾在那边，晾在那个客厅，我就这样坐着。我说那时候我说，天啊，神啊，就是乱叫，我就说神啊，神啊，上。不管谁，只要有人能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多久之后他回来？一个小时多。哇，那一个小时真的很难熬。哎，他回来9点多10点，然后小孩子他抱一个弟弟去睡觉，我就带女儿睡觉。然后我就心里就在盘算，我明天一定走。那隔天早上，我先让他去上学，因为我怕他起，我就让他去上学。我就去早餐店辞掉工作，去那个午餐，我又帮人家煮饭，去那边辞掉工作，然后去跟我爸妈说一声，我必须走了，我再也忍受不了。然后我就去把弟弟拍一拍，弟弟就真的很有个。他就轻轻地爬出来，然后抱在我的怀里，我就孩子一抱，随便手一抓，没有看到几件衣服，一抓我就赶快跑，我怕他醒来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嗯，我赶快去学校接了他，甚至没有跟老师请假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都是用偷偷的，那时候真的像做贼。我，然后我三个母子就这样离开。魏婷那时候你多大？3年级。对，3年级。国小3年级。然后，弟弟大概6岁，对，5、6岁，对对，这样小小的两个孩子跟着妈妈就跑到台北了。对，那时候你怎么过生活呢？哎，我第一个月请我姐姐帮我，让我住一个月，然后我去工作，去那个计程车电台。做完一个月以后，我就在内湖租个雅房，4000多块。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间，就是因为脱离了爸爸的。没有挨打的那种恐惧。对，其实妈妈很忙，因为电台的工作时间很长，然后我们的套房很小一间，然后我记得我们常是一个便当加10块钱白饭，可是我们真的那时候好快乐，就是就三个人在一起，那个凝聚力很强，然后不用担心晚上要不要躲，然后要不要去藏起来，或者会不会挨打，然后隔一天就是快乐的去上学啊，或者是跟弟弟在一起，然后一起等妈妈回来，这样一直到孩子上国中高中，你的经济压力就越来越大。是你发现原来的工作其实大概没有办法承担。对对。后来你换了什么样的工作？因为我是国中毕业啊，没有一技之长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只能去做一些苦力的。那我就后来我在台北，我才看到哎，什么叫理容业？我本来以为是只有按摩，我就去做了。我想对，然后去那边都是夜生活啊，这样长期下来，我在那边。他们两个蛮乖的，从小就被我丢在家里，然后我只有负责给他们吃，给他们上课的费用。在那个比较复杂的环境里，也会接触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人。其实原则上是，都是好像被欺负一样，然后心里就会越空虚，然后一个恐惧，然后越想要寻求爱，然后我就会乱抓，当时。就是会认识哦，从里面的客人啊，然后就交往，对，然后总是寻不到一个真正让我依靠的。魏婷对于妈妈那时候的一些朋友印象不是太好，因为可能我那时候国中了，其实也是我比较叛逆的时候，那我会觉得说。我有能力可以保护妈妈，虽然因为那时候太年轻了，我也不懂经济这方面的问题，我只觉得你需要爱，我们就爱你啊，我们就是个家，为什么要有叔叔来？对，然后渐渐的，妈妈开始会，就是跟她的男朋友住在外面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回家会突然多一个叔叔就住在家里面。对，或者是分手的时候，有叔叔就在楼下闹，对，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我非常不开心，而且跟妈妈就是开始有一些摩擦，而且关系很疏离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弟弟比较安静，他不懂得说出来，也不太会反抗，可是其实他也很抗拒。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。开始就会有一些冲突了，对，因为他们，我就变成跟他之间话题没有了，然后
讲话上，我们两个基本上讲不到三句话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已经很认真的供应你们的，为什么你们不能体谅我？你们好可爱，你们讲的好像是两个姐妹或者是朋友，其实你们是母女。对，然后就，所以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一段时间。没有房子这件事情对威廷是很大的冲击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努力有房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很回归很正常的生活。嗯，对，然后那个它像是一个梦想的一个起点。嗯，我们一直在堆砖头，堆堆堆堆到一个高点，我们插上了旗子，可是旗子被拔掉了，其实很失落。只有国中毕业没有一技之长的杨雅琪，为了给孩子一个经济无虞的环境，走入理容院工作。昼伏夜出的生活形态严重影响她和孩子的关系，母子三人的感情开始起了变化。虽然她没有可能很明白的用话语去跟妈妈讲，但是我发现其实她可能会用一些的行为举止啊，就是觉得就不想听他的话啊，或者是不顺服啊等等悖逆啊，那其实应该他里面都有一些心情故事，所以他就是彼此之间大概因为妈妈也没有站得很好的榜样嘛，所以彼此之间大概面对的时候都是很怨怼啊，很讨厌，很厌恶。那再加上回到家看到女儿又不工作，然后整天就好像赖着要给妈妈养，所以那时候两个的关系根本没办法沟通，因为妈妈看到的都是你的问题，就是希望你改变。那女儿也觉得你也没有好好照顾我，你也是在外面可能有交男朋友啊什么，所以她就觉得啊，这个家简直就是没有爱的家庭啊。所以大家回到那里看到的都是彼此的缺点。孩子希望妈妈可以也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人，可以好好的照顾他的妈妈，好，那这样子就会他会比较放心。但是因为可能妈妈就是比较几次下来可能对象也不是那么的好，好，那可能那个孩子看在眼里，其实也会很多的恐惧跟害怕。对，那甚至到后面来比较雅琪可能就会比较隐藏式的，就是比较不带进家里给孩子知道，但是其实孩子还是会感觉到妈妈可能还是有谈恋爱。对，那这种东西就会让孩子累积下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妈妈交的一些朋友，好，对威廷来讲，那个过程，其实是你很不愿意回头去看的那段日子，好，是跟妈妈冲突比较多的一段情况，对不对？你有想到说，孩子的反应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决定吗？你是有感觉到他们对你那个反弹吗？当初的我其实不大懂他们，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关系，父母说什么小孩子是听什么的，可是那时候我不会听他们，请听他们说什么，我只认为说妈妈就是工作，就是赚钱，就是养你们，我也都顾你们，只是你还要怎么样，对，然后妈妈只是想要一个爱，想要有人陪我而已，就像每一个人一样，其实你有你心里面的一个需要，你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吗？我只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一天到晚都那么不高兴，都不想跟我讲话，都不想理我啊，妈妈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不过后来有一件事情可能对威廷来讲是特别让他印象很强烈的是，你把房子卖了。那是我交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他就是工作上他也是大起大落的。那好的时候我就是那整年我们不用工作，我们就是整天在家里这样，然后结果到第二年整个垮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只好又从零开始。没有房子这件事情对威廷是很大的冲击啊，因为大家就是我们这样三个出来，然后又经过了前面妈妈的工作，因为渐渐的也懂了妈妈的行业，然后其实是很心疼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对，我们就是努力有房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很回归很正常的生活，对，然后那个它像是一个梦想的一个起点，我们一直在堆砖头，堆堆堆堆到一个高点，我们插上了旗子，可是旗子被拔掉了。其实很失落，然后其实看妈妈跟男朋友，因为我不喜欢他，所以我要住外面，对，可就留我弟弟在家，结果这样过了一年，那时候家就没了。
那时候你多大？我高中。高中的时候，所以高中你有出来自己住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妈妈争取说，我学校很远，其实故意选的，说我要住外面。对，其实是不想待在那里。没有了房子之后，你把孩子又交回去给公公婆婆，公公婆婆去帮你照顾，然后你去做工。对，我去那个山上做茶。哦。对，那时候因为我想说，既然跟了男朋友，我就不回归到旧行业，我一定要做真实。所以我们两个去山上，他也跟着我去山上做茶。做工，那因为没有房子了，我只好把两个小孩子先托给我公公婆婆带。是，那我有承诺他们说三个月以后我会回来带你们的。结果呢？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，我回来看他们，我发现小孩子在那边晚上睡觉是睡地板，他睡的地方不到两个椅子，脚是跨出去的。我心里好疼哦，我就说我做了什么事，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男朋友分开，我要重新的养他们。我就跟小孩子说，你等妈妈，妈妈马上就回来。所以又回来台北，然后我重新又把他们带在身边，我又重回了就业。因为我除了靠这个，我没有办法去养他们，我知道我目前只能这样子去带他们。一天，我觉得妈妈真的是很了不起啊，都已经走出来了。是。第二次再走回去是很大的冲击啊。我为什么出来台北？我又那个信念又回来，我是为孩子出来的，所以我咬着牙，我也要撑下去。我就再次的做，然后我就给自己说，我还要再拼一个房子。所以我就跟孩子说，你给我妈妈两年的时间，你们自己在家，我24小时的工作，我再来拼一个房子。所以那段时间你要单独陪伴弟弟哈，是因为妈妈又出去工作了嘛。听说你还参加弟弟的恳亲会哦。其实那时候因为我离开家那一年，弟弟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你可以走，因为你长大了，可是我走不了，我只能待在这里。其实那让我很舍不得。对，然后因为弟弟他原本的功课不太好，然后常常就是逃学，不想去念书，所以导致老师可能会希望家长再多一些参与在他们当中。然后老师，我们后来遇到一个老师，他很好，他都会保持就跟我保持联络，然后会说，那你要不要来参加弟弟的恳亲会？我记得那时候恳亲会的时间大概每个学校都办得差不多，所以我先坐在我的高中的教室里面，我就跟老师说我妈妈没办法来，然后我要提早走，然后就赶快搭公车再从景美搭回芦洲，然后再穿着我的校服走进去参加我弟弟的恳亲会。对，然后旁边的妈妈都会觉得，哎，你还在念书？我说，哦，我是姐姐。对，然后那段时间就是，其实就是一直我跟我弟弟在一起。然后其实因为我很不想被看不起，很想我们一定要是乖乖的，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很盯着弟弟的功课，就是其实我那时候签名簿、联络簿都是我签的。我觉得我跟弟弟就是互相扶持着这样子，一起等妈妈回来，因为妈妈给我们希望，她说要我们等她，她会回来。在黑暗与无奈里打转的杨雅琪，因着羡慕朋友脸上的笑容，半信半疑地接触信仰。她也期待人生能有美好的改变，但是她无力面对感情问题，还好有教会姐妹们的扶持陪伴，将她拉回人生正轨。通常都是她吃亏的时候，她才会想要跟我分享。可是有时候跟男朋友又恢复关系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我很烦。所以当最后，因为我要求他说，因为对方其实你们的关系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是一直鼓励他一定要切割这个关系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你怎么可以又再回到世界又被男人欺负呢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就后来神也给我让我放下，说你的方向应该去跟他的女儿讲。对，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打电话给威婷，我说威婷，你妈妈现在都没来参加小组啊，你可不可以跟我妈妈讲，其实上帝非常的爱她，你还是要回来。
对，那可能我觉得神也在这当中兴起了环境，可能他又跟男生又他的男朋友又没有处很好，那没有处很好的时候，威廷就会跟他讲说，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小组长，一直关心你，然后也没有离弃你，你都不理他，你都不接他的电话，他还是锲而不舍的，就是一直打电话问说你要不要来，你人最近好不好啊？对，然后。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其实之前有建立好的关系，然后威廷那个雅琪就把威廷的话给听进去了，后来他就开始又回到小组来继续，就是继续参加小组活动，然后也很稳定在组织里面这样子。当时他的身体也出了状况，出了几个很大的状况，所以要透过祷告，小组一起扶持他。好像那时候孩子又失去了工作，所以让逼得他好像没有路走。他发现说，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透过祷告啦，透过小组的连接、教会的生活，让他有出路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你刚才稍微也提到一点说，其实这个很多东西是不安全的、不稳定的，所以。你拜非常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拜法，是我拜得很严重，然后甚至去跟人家每个月去施食，就是拿一些去外地啊拜那个孤魂野鬼那种东西，甚至养小鬼我也养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经文，就是一些经文一些咒语。听说妈妈那时候，我最印象深刻是一个木箱子。然后因为我弟弟很乖嘛，妈妈说，哎，你几点几分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些倒水啊，或者是放香之类的，然后弟弟都会去。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木箱子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就是不过去。然后连晾衣服什么的，我都一定要避开，因为我觉得里面是什么，因为觉得黑黑暗暗的，而且要打开，然后又再锁起来。你那时候拜那么多，你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其实我最期待是会不会转运。就是。我甚至去把我的生辰八字去给人家把它安在那个就木头里头，然后换一个新的生辰八字给我。我也想要改变，因为嫁得不好，嫁男朋友不好，然后我工作的环境也不好，小孩子跟我关系也不好，关系也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对，所以你想要。把整个想要好，对不对？想要你想有一个改变，对，所以不同的尝试，是这样各种方法，是。不过，就真的像刚刚讲的，安全、平安，对生活里面的改变，这些我想是每个人都期待的。是。那你试过非常多的方法，但是效果都没有效果，怎么样走进教会的？因为以前做这行业的时候，都是就要去美容啊。做脸啊，保养啊，对，然后我又去一个姐妹那边，然后我常去的时候，时常前看到都说，哎，我要去教会啦，哎，我要去小组啦。他说这个话是带着，所以他是基督徒。对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，但是我知道他带着笑微笑，带着喜乐的心情。然后我就那天去找他做脸的时候，就突然一个感动，我就说，你常去的教会是什么？他就说。你让我为你祷告好吗？当他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一股那种暖流，真的是整个好像从头这样浇灌下来，然后我就一直好放声大哭，因为以前哭是要躲起来哭，怕人家笑，而且哭是没人懂，可是那一天的哭是感觉好像很温暖。然后就静静的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他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一直哭。然后那个哭完以后，他直接跟我说：“你愿意相信他，我帮你绝志。”然后就真的绝志。所以其实你都不太懂他到底在讲什么。对，完全是不懂。但是你可以意会到他在这里，你找到一个好像说一个安港口。以前拜的哈，你还要去念经，还是做很多东西的时候哈，你会觉得你一直在付出，这个东西好像你不用，你就坐在那边享受它一直浇灌。但是我只是觉得说，哇，它让我觉得好温暖。然后第二天，他说有我们教会有聚会啊，然后礼拜天也有，然后叫我喝，看哪一天有空。我心马上不二想，我明天去。到那边人好多，每一个姐妹都过来跟我握手拥抱。这是我才感觉说。这好像是我没有过的东西耶。然后听那个诗歌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诗歌，我好像神在跟我讲话。这样一路走来，我真的好累，
我也真的是从高山走到低谷，我从有走到没有。我如果认真工作，我是高山，可是我的心像一个石沉大海一样，像波浪一样。可是当我没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沉在大海里，我抓不到东西。对，然后那首歌这样子温暖我以后，我第二天我就很主动，直接到马上冲去。那牧师说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墓道有这么和睦，因为他们的道是今天明天都是一样的，可是我的感觉是就不一样。我还是要去听。对，我感觉你就是一直在安慰我，一直在安慰我。你怎么看妈妈那个时候？以前拜任何偶像我都就是嗤之以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，我也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满脸笑容，而且很关心任何一个人，我觉得也是个温暖的人，只是说我也没有去接触，所以当妈妈说她去教会的时候，这个神我听起来比较好，感觉比较好。对，那段时间里面啊，之前的就是那个时候，你自己在工作上也有很大的困难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其实非常自卑，然后我去求职的时候，老板都会说：“你跑得动吗？你健康有问题吗？”然后。我虽然从小就很胖，可是我劳动力还蛮强的，我也 OK。 可是那时候对你来讲，找工作这件事情是挫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白天去找工作，可是晚上其实我就打电动，然后在电动里面会有很多人，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受伤的人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就彼此关心，然后去打线上的妖怪啊或是什么，其实带给我很大的满足，因为我赢了。我在人生输了，可是我在里面赢了。对，所以我一度就是一直沉迷在电动里头，但是我其实白天有去找工作，可是妈妈就是看到我，因为她晚上才回来嘛，看到你都在打。对，她没有看到我出去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她就跟我说，她真的很气，她很想把我丢掉。我其实不敢跟妈妈讲我的委屈，因为我觉得那些话我听了都那么受伤了，何况让我的妈妈听见。后来对工作其实我是很惧怕的，就是一直到27岁前，我真的就是都几乎都在家里。然后妈妈就是看她一天到晚都在打电动。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她讲，我说，因为我就想说。怎么办？因为我体力有限，我怕他不工作，将来怎么生活？所以那段时间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尖锐的，对不对？非常尖锐，我们几乎我不给他钱，我只给他饭吃，阿叔都不讲话，我们几乎还可以，然后一天也讲不到一句话。不过刚才威廷讲的东西，我觉得很触动我。他提到说，在打电动当中，其实当然打电动本身是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好在那边，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那些人，有一个更深的需要，还不只是玩游戏，是被爱，被接纳。其实我觉得整天在打电动，不见得心里会很愉快，因为我觉得在上面，你一下线一关掉荧幕，其实是更大的失落。透过小孩子联络他，我们聊了很多。那我为着当初让你不高兴，跟你对不起，问他有没有想孩子啊？他说他其实是会想的，只是他答应过我爸爸不主动找我们，除了孩子要找他。所以我就鼓励他说，你要不要打电话跟你爸爸庆祝父亲节？女儿威婷下班回家，母亲雅琪早已经准备一桌温暖的饭菜等着她，一家人享受着温馨的晚餐时光。雅琪和孩子的距离能够再次拉近，她可是做了不少的努力。她会用礼拜六的早餐时间，然后跟孩子会建立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一起用早餐，然后他们就会到附近的早餐店，然后一起用早餐，然后一起分享今天有什么
心情，然后等一下大家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聊一聊。我觉得那个关系，那个时间是他很对孩子很精心的时刻。他威霆呢，他就很努力工作啊，然后有一阵子呢，就工作量好像蛮多的，他就很认真的要把那个工作完成嘛，所以他就每天哦，就天天都加班到半夜了，然后几乎是每天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雅琪啊，然后就很舍不得啊，晚上啊半夜还去陪他女儿，陪他去上班呢。为了教会客服班的孩子准备点心，杨雅琪付出的很快乐。当阴霾退去，他生命里的美好的特质重新展现。他希望透过点滴的付出，让身边的人感受温暖。他也现在也很能够去关心那些弱势的，比如说他小组里面也有一个姐妹的先生，他也是患了一个比较罕见疾病，那长期卧床，那他的太太又是柬埔寨人，所以他也就是会帮助这个家庭，特别他两个孩子，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年除夕夜，他就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他家，跟他们家一起吃晚餐。那我觉得那个好像有一点在修补，说，哎，他过去好像他曾经自己走过在年夜饭那一段时间没有的温暖，他现在把这个温暖带给那个家庭，然后我就看见好像一幅很美的图画，他在做神要他做的一份工。认识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却有一个非常真实的、一点都不虚幻生命的改变。而这样的改变，你们在他们母女身上都从工作开始。在认识主以后，我还其实那时候还在上班，可是当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内心会有一个谴责，会讨厌这个东西，好像神在跟我说这个东西就不要它了。就是一个感觉，所以我就去跟我的守望者，我就跟他谈，我说为什么以前我工作不会这么讨厌，有时候为了钱你不会去讨厌，可是现在不是哦，现在为了钱你还是会讨厌他，钱明明在你前面还是讨厌他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神在跟你动工了。那我说我放掉我生活怎么办？他说跟神求，我们上帝都有恩典的，他都够用的。然后我就说好，我试试看看，我就把工作辞了，就是找一般的，一般的便当店在做。虽然说你看是没有东西哦，可是你还是都够用。威霆呢，其实你开始走进教会跟找工作这件事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很像一个就是打赌的心态，就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帮助我的神。我们其实那时候想要开早餐店，然后想要去借支，然后总 total 可能要借支到100万，我们其实是没有钱的状况，我们还要再去借钱。对，很那时候有点害怕，可是又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也可以。对，就在借钱的前两天，他请我去面试。然后面试完之后，借钱的前一天，他跟我说我录取了。哇！哦，我就说妈妈，那我还要借钱吗？我说不用了，上帝已经成就你了。对。哇，就开始有工作了。对。那时候你在家里多久了？从毕业一直到27岁，那一年就是27岁的那年，将近五六年，应该是有，对，很长的时间。那个主管他其实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而且他常常说，哎，你很不一样，因为你是基督徒。对，我就一直在建立我的信心，变得很乐观，觉得哎，我不差，虽然我胖胖的，但是其实我很好，非常可爱，他非常 nice， 而且很开朗，这些都是上帝给你一个很棒的条件。其实以前我不是这样。对，你看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好像生命里面很多很好的东西都出来了，对，都被发展出来啊。对，那妈妈呢？妈妈这段时间当然这么多的一些改变之后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很想要请问你，就是后来你为什么想要跟威霆的爸爸在联络？因为我们有 NTC 侍奉学校，我在就读，然后这个课程有一个内在医治，老师就教我们学习，你必须要饶恕你所不想饶恕的人。这是在过年前，这个我就晕了这个功课。我们其实已经说实在的，离婚后就不见面了嘛，不来往。然后我就透过小孩子联络他。然后我跟他约说要见面，当时他也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我突然要找他？那我跟他说明了我是基督徒，然后因为我在上课，我需要一个跟你做一个饶恕动作。他说，
我没有什么好不原谅的，我然后我就说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你见个面啊。我们这当中我们聊了很多，那我为着当初让你不高兴，跟你对不起，抛下你离开，对不起，我就是讲一些我所能知道的，跟他对不起。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想孩子啊？他说他其实是会想的，只是他答应过我爸爸，我公公啦，我公公他因为要保护我们，要他承诺不主动找我们，除非孩子要找他。想说孩子必须要跟父亲和好，就像阿巴户说的，我们跟阿巴户和好，跟自己和好，要跟家人和好。所以我就鼓励他说，你要不要打电话跟你爸爸庆祝父亲节？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，好像解开你一个心结。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问说，当时为什么要，可不可以问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呢？他说，其实他也是出来以后去给医生看，他也知道他自己有一些恐惧，有一些那个忧郁，好，有一些病，就是他身体他自己控制不了的。其实他不想，但是他没办法。看你的心结解开了，接下来就是女儿的心结了。对对，其实一开始他说的时候，我就是拒绝了。对，然后他甚至拿我的手机要加爸爸的电话，我都很生气。对，他对我生气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是教会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我们有一个活动，然后刚好办在埔里，那我们就是好多个教会一起参加，一起到埔里去，那是我的家乡。对，其实我很爱我的家乡，它很漂亮，可是回忆其实是有可怕的地方，尤其是那个矮树丛，我到现在回去我都会就是不想看它，就是稍微别过头不要看到它。对，但是我们教会好多人到那一块土地去帮我们祝福，他说埔里这块地要得着祝福。我就想，那我的爸爸呢？所以我就传了讯息给他，然后约他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帮你过父亲节？对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晚餐的时间，然后聚在一起聊天这样子。弟弟有去吗？有，弟弟有。对，那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一家人。甚至我现在 po 文呢，他会叫我宝贝。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我爸爸会叫我宝贝，真的是一个很 touch 人的一个生命经历哈。从三岁时候那么不愉快的经验，到现在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翻转。也许有人也正在这样的困难当中，一些鼓励吧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我曾经很自卑，很看不起自己。可是有句经节他说，烦劳苦重担到我这里来。然后当你很害怕你很无助的时候，神他对我说，你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里头，他为我掌握着。然后他也帮助我的家人，他爱我们，然后接纳我们的全部，甚至他改变我妈妈，让我妈妈先成为我们家里的最好的一个孝母，然后感染着我，感染着我弟弟。我相信以后我的爸爸也会归于主，我们全家都是归于主的。妈妈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好多服事，对，都让你很惊讶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妈妈的服事？妈妈对我来说，因为她学历不高，能够给我的一些学术上面的指导也不多。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整理的时候，发觉了一包很厚的明信片，每个都是雅琪老师。我想说，我妈妈什么时候变老师了？我都不知道。他们是教会的小太阳，我们的小朋友。是是。对，妈妈教导他们很多的品格，很多的就关于餐点啦，或者是友爱他们，所以妈妈是他们的雅琪老师。哇，雅琪老师分享一下，给大家一点鼓励，雅琪老师。真的很谢谢大家。真的也很感谢神。从小的不被看重，然后到不被爱，到我一直追求爱，这一路上的那种飘忽不定，到我认识主以后，我真的是主给我充充满满的爱，
就像我们天佑牧师给我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他说上帝说，我必那个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为我为妻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他多爱我，我一直在寻求的，结果神他通通的爱，他包括我的不周全，我的软，我的一些不堪，神都看我为贵重的宝贝女儿。所以也祝福大家，真的你在世间上所寻求的爱，真的只要上帝你认识了主，我们的主他的爱他都包括了一切，你所要的都在上帝里头。谢谢你们，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谢谢谢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在人的一生当中，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想要的，我很想出名，我很想赚钱，我很想有爱情，我很想，但是我想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，比如说在今天雅琪他们母女的身上，你会发现能够活在不惧怕里面，真的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期待的。我不能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，我要有一个安全感，我能够活得平安，有一个安全感。我们渴望爱情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被爱当中觉得是我是被接纳的，我这个人不是被排拒的，我是被爱，是被接纳的。你还记得吗？雅琪提到他第一次走进教会，然后当师母过来抱他，然后那些人跟他握手，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他说他不断的流泪，不断的那些诗歌让他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。那首歌叫《恩典之路》，在那首歌里面讲到说，一步又一步，那每一步人生的路里面有高山有低谷，但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那是恩典之路，那是盼望之路。他说那首诗歌他从来没有听过，但是第一次听就一直掉眼泪，而那个掉眼泪不是伤心的眼泪，不是绝望的眼泪，不是害怕的眼泪，是一个被一个温暖的爱包围，让他那个掉泪不是绝望，那个掉泪是充满着盼望，不是一个冰冷的感觉，是一个深深的温暖。那真是一件好美的事情哦。而在这样的爱里面，爱能够带来极大的改变，那个改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有一些好的东西进来了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出去了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提到说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他到处乱抓，什么都拜的时候，他到底要什么？他就是希望改变嘛，我希望那些不好的离开我，我希望好运进来，坏运出去，我生命里那些不幸的事情出去，幸运的事情进来。他想要有一个改变，所以他到处乱抓，只要能够带来改变我通通都要。但是后来他很失望，他发现好多东西他付了那么多的代价，他那么虔诚地去做那些事，却没有办法在他生命里面带来真实的改变。但是他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没有付什么代价，因为那是白白得来的一个上帝的爱的恩典。在那个爱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出去了。他说他换了一个工作，而在那个新的工作当中，他的收入还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，谁会愿意做这样的事啊？他已经过惯了那个月入十万的生活，现在你要他一万多块钱能够过日子，谁愿意啊？但是那个好的进来了，他愿意。而在他的女儿身上呢，很多不好的出去，他从小找工作，在学校他老是被别人笑，被别人欺负，可是那个美好的东西进来，那些不好的生命继续出去。我第一眼在化妆室见到薇婷的时候，觉得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少有人进到化妆室，对于因为这个环境对很多人来讲是陌生的，是会让人紧张的，看到摄影机大家会害怕的。可是我进到摄影棚，他就很开心说，啊，我好高兴看到你，知道他那个开朗那个快乐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孩子好特别，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多好的东西。我送他走的时候我说，威廷，你上帝把你放在服务业里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，因为你的个性特质太
太好了，这种个性特质，这种 nice 温和，喜欢接触人，笑声，你太适合做，你太适合从事服务业了。他跟我说，寇牧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是那去找工作，每一次找工作都被别人讥笑，被别人奚落的。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好的进来，坏的出去的，那些不愉快的记忆出去了，那些不愉快的记，那些记录从他生命里面出去了，而真正美好的东西，那个上帝造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生命的品质进来了。你也期待生命里面的改变吗？你也活在那个没有平安里吗？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耶稣说，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可以放心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。放心，主要给你的一个恩典叫做放心。你说我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好可怕，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放心。为你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为许多每一天提心吊胆，把心提在手上，真的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人祷告，我求你帮助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享受你的圣经里的应许，说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上一切的苦难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，让他们可以放心而不是提心。这是你的恩典，你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，让我们去经历你奇妙的恩典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经验那个改变的大能，不再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可以真实的放心。上帝祝福你。